咱即摆咧做节水工，即摆掠苦拜啊！掠好啊，抓好了，泄水坡度抓好了。这间土盖大厦六角的哦，六角砖，又是六角，又是铁道砖，他们哥打开应该就碎了吧，太特别。剩下最后一片最重要的泄水已经抓好了，上重要的已经抓好了。我也没拍到你的面啊，我都拍到你的手。我拍到我的面，我一直看到我一直在播的播的播的，这样我紧张。这样功夫啊，这很难做的。太小间还是怎样？我就爱无啥会晓做，我爸拢以前拢打做习惯。节水锅诶，就是单一方向而已啊，系啊。啊，因为伊即种拢爱。四面拢爱往那边过，安尼过对吧？泄水方向做好啊，以后在那个排水口的附近爱做爱靠山区，例如说你有看我靠山区。有啊。还没粘，先放样，先这样看看，这样放下去好不好看？起砖点啊、哦。起砖点了了，先思考要哪打水。我阮起砖点好处就是安尼打去啦。哎。会当先买条布我会当先排好平，啊先挂遐，大家先挂。哦，先挂好。我去，我介日讲容易啊，啊介日出来这。安尼嘛较紧。因为这好挂哩啊，一般的迄个门框的无，伊会有弧度的嘛，来裂。